小上，身为朋友，我不想左右你的选择，但只有炼气，才能让人族变得更加的强大。我只想借到一方幻岛的土地，可以在神族攻击的时候，让他们有自保的能力。我若答应你，便是在帮你们发动战争。哎，冥顽不化呀！在矿场的时候。 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们能逃出去，但最后，不还是做到了吗？小尚，相信我，我无法做主，但我会禀明师傅，看他是否同意，借你们一方修炼之地吧。 师父同意，让你们带人族上岛修习炼器，不过只可在此处，不可去别处，更不能打扰到幻岛之面。太好了，小尚，谢谢你。是我师父做的决定，不用谢我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我知道，说服白月尊者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就当做是我们在矿场时的情谊吧。 到，阿明，到。殿下，这些都是我和陈大人挑选出来前往幻岛修行炼器的战士。阿良，你也在啊？白副长，白副长，您还记得我？那个时候在矿场，多亏您致电了老幼妇孺仙岭饭的规矩，我们才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将来有机会一定要跟随白副长。哎，无礼。 怎敢称呼殿下为百夫长啊？没事，叫我武庚就行了。去神域是九死一生的事情，你们不怕吗？不怕！我爹我娘都是被神族给杀了，这笔血债我一定要讨回来。讨回血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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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人族。 可能单个的力量不如神族强，但我们团结，有凝聚力，有不怕死的决心。你们要去幻岛努力修行炼器，那些曾经把你们踩踏在脚下的神族，会因为你们的强大而颤抖。好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幻岛？